學校作為學生成長重要的一環，其實如果入讀到傳統名校的話，可以提供到一些更加豐富的教學資源和師資，可能會比較優秀的。所以如果學生想入讀一些傳統名校，面對的競爭很大的時候，他們要著重的不單止是學術方面的表現，還有就是面試的表現。但是不少的學生其實都沒有接觸面試的機會，就算學校會想為學生提供一些面試的培訓，始終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之下，面試可以做到的訓練都不多，所以很多家長都比較擔心子女的表現，甚至有些家長在同學升小四的時候已經想子女參加面試班。所以近年來市場多了很多的教育機構紛紛都開辦一些升中面試的課程，做一些的面試的培訓，培訓就不限於線上線下，有很多不同的形態的，但是專做一些升學面試培訓的機構就會比較少。若軒是在香港來說極少數提供專業全方位面試培訓的機構，我們開辦的並不是一般的補習課程，由課程的設計、教材的編製，甚至去到導師的招募和培訓，都是針對面試而設的。例如我們的核心課程，我們會由一些基礎班去到常規班，再去到進階班，希望可以循序漸進地為同學提供一些面試的培訓。對於一些學生可能想針對性少少訓練的，例如他們覺得自己在個人演講又或者小組討論上面能力不足的時候，我們都會提供一些環環相扣的增潤課程，例如小組討論工作坊，又或者一些英語訓練的工作坊，讓他們可以針對自己的弱點再作一些的訓練，加強他們一些的能力。我們曾經協助過千名的學生入讀他們心儀的學府，創下了每一年數以百計的學生入讀心儀中學的佳績，當中不乏一些傳統名校，例如聖保羅男女中學、葛瑞南書院、聖士提凡書院等等這些指級的學校。而學軒的教學團隊裡面有很多來自不同傳統名校的導師，另外我們的課程都會附有一些的精編教材，當中包括數以百計的模擬試題，都是由我們的資深顧問搜羅歷屆的學校試題再加以分析而成，極具參考價值。精益求精，成就理想，是預學軒的中心理念，相信每一位精英都有他們的目標和理想。我們希望透過專業的升學培訓，為每一位的精英提供一個切磋交流學習的平台，讓他們可以精進自我，成就理想，入讀到自己心儀的中學。